择主而事。雷杀，闪。落花虽有时，英姿安有？陆抗不是冰封黑历史吗？冰封怎么会放自己的黑历史？命中注定，王万岁未也。今天加播哈，六点半会有加播。人一时远眺洛神步，静时落花情。杀杀杀，雷杀，铁锁连环。无中生有，过河拆桥，无懈可击。放陆抗送藏宝图，真的假的？顺手牵羊，我心动了呢。杀，将军，乐天之怒，请听我一言，故不忧。执政为民，当尽我所能。可这么厉害啊？没事没事，这个就是鼻炎，就这样。普天之下，没有洒家办不到的事。鼻炎引起咽炎，咽炎只要我开心就好，哪管这天下洪水滔天。普天之下，没有洒家办不到的事。千杯何来醉，青瓷信之酒。由酒奉笑，落花虽有时。六点半，晚上六点半到九点半，哪管这天下洪水滔天。普天，哎，我觉得今天，哎，今天哪些人全程陆抗都赶上了？你们都是幸运的观众，因为只有你们知道到底就是全程是啥样的，只有你们知道，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。只要我开心就好，雷杀，哪管这天下洪水滔天，南国花未去。浊酒，没有洒家办不到的事。人一时风平浪静，你的地位是该告老还乡。只要我开心就好，哪管这天下洪水滔天。普天之下，没有洒家办不到。
酒非常好。山不厌高，周公吐哺焉。英雄下归心，胸怀大志，杀富有良谋。我袁家怎么会输？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。听说幸福很简单，简单到时间一冲就冲淡。这个局打了将近半小时吧，将近半小时，应该是赢了吧。悔不该耽于逸乐，只有今日。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。不日穿上情侣装就可以装情侣，不是小心翼翼就。所以说我退出房间的局大家别急，冰封只是开挂去了，先别急眼，不赢的。仙道玄妙，俗人安得其法。准备好无中生有女王的差遣了吗？万箭齐发，如有良策，不何必问我？是不为汉贼献一策。如有良策，不何必问我？是不为汉贼献一策。三分由天定，七分人算计。请鞭挞我吧，唐刀火，公瑾在所不辞。请鞭挞我吧，公瑾，唐刀火在所不辞。请鞭挞我吧，公瑾。卦可定心，不可逆命。无中生有，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不是，这儿怎么还有个解说员啊？冰封可以逃跑了，撤，快撤。鞭挞我吧，公瑾。还有个解说，杀，这就是身份大帝的实力，杀，自带解说，杀，好起来了，杀，火杀，火杀。看看你的极限在哪里。冰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杀。忠孝不能两全，孩儿。请鞭挞我吧，公瑾。太坚强是软弱，太颓唐是折磨，我该怎么整理。下一盘内奸。哎呀，就别傲娇了，这么傲娇呢？怎么今天？听频道微妙者，成以其可以转危为安，救亡使存矣。孙伯父。
齐发，谏言良策，多多益善。哼，正中下怀。闪，闪，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呀。杀。这份恩德白虎记下了。自作孽，不可活，万死不辞。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呀。这份恩德白虎记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呀。雷杀。这份恩德白虎记下了。南蛮入侵，听君谏言，取威王保宗嗣。杀！纵有千军万马，离。我们直播间的粉丝不要受外人带节奏，不要听外人的节奏。就光论陆抗那局本身，我是为了取悦粉丝才一反常态的。所以不要被外人牵着鼻子走。取祸之道。对呀、啊，不放就算了嘛，无所谓。寄人篱下的日子不。
决斗。胶州已定，主公，乐不思蜀，请可放。是不为汉贼泄一策，江东春暖，吴中生有，不妨多住几日。